满心期待能来到这里，和小时候的偶像合作一起，穿着同色的球衣，携手整个圣地米的球技。看，是美好的开场，却是没有好的连败下场。好想下去闹，澄清场诉说着球迷的受伤与惆怅。对与你一起打球的队友来说，三言后期打得如此难堪，与叫做处理方式却依然故我，不知变通，一直出手想证明什么？你就像是公园的阿伯，讲着以前多强，打谁都不退缩，面对现实呗，活得更洒脱。相信我们把球传出，拜托拜托，麻烦你把球传出，请你把球传出，叫你把球传出，不然会输的体无完肤。麻烦你把球传出，请你把球传出，叫你把球传出，不然会输的体无完肤。战绩持续低迷，就拿先发开刀，全队的防守还是一样糟糕，板凳上来也常常出包，有无限开火权却满腹牢骚，打得像一只病猫，只差没投出面包。教练即便再继续唠叨，以为你我这次比赛都没被受邀。对与你一起打球的队友来说，三言后期打得如此难堪，与叫做处理方式却依然故我，不知变动一直出手想证明什么？你就像是公园的阿伯，讲着以前多强，打谁都不退缩，面对现实呗，活得更洒脱，相信我们把球传出，拜托拜托，麻烦你把球传出，请你把球传出，叫你把球传出，不然会输的体无完肤。麻烦你把球传出，请你把球传出，叫你把球传出，不然会输的体无完肤。终于等到你轮休不在场，大家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，充满活力打出自己该有的模样。要打团队篮球也比较像样，不是把球站稳只有那样，只会自己投也变不出花样。如果是赢球就叫做榜样，但却是一直说啊，到底是想怎样？对与你一起打球的队友来说，三言后期打得如此难堪，与叫做处理方式却依然故我，不知变动一直出手想证明什么？你就像是公园的阿伯，说着以前多强，打谁都不退缩，面对现实呗，活得更洒脱，相信我们把球传出，拜托拜托，麻烦你把球传出，请你把球传出，叫你把球传出，不然会输的体无完肤。麻烦你把球传出，请你把球传出，叫你把球传出，不然会输的体无完肤。